真的感谢感谢啊，我们这边也有回赠我们这个部长的袋子，哇，然后还有这个我们部长的书，也是温暖的魄力，然后我们有做这个比如说未来的市政规划，哦，五大市政规划我们的议题，然后还有全民政策。不过这些政策我们其实也都有了，也可以参考一下部长这温暖的魄力。那过去在中央地方大家一起努力为这个防疫努力的部分，哎，不过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部长参考，可以看看我们那个城市城市，谢谢。因为大概都是那个珊珊他进了市府以后，给大家的想法，然后落实的一些政策政策，其实蛮厚的一本嘛，希望。这个陈部长他有时间可以看一下，所以我们就特地请珊珊也写了一些这个给陈时中先生汇总，讲的真心，谢谢谢谢，非常感谢，那个给你们参考，部长也是用心整理了非常多的证件在里面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啊，这个可以放这边，好，谢谢，哎，环保袋，感谢。我们有做个新风设计小海报给你们参考，那我们想说也可以带你们来参考一下我们的。要不然总撞吗？逛一逛，对，我们竞选总部。那我们这边有给市民的许愿球，那这个许愿球大家可以在里面写下对市政的愿景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哇，那你们有空也可以来逛逛我们的总部，我们总部有很温馨的地方。对，谢谢，谢谢，大家看一下这样子。谢谢，谢谢哦，谢谢，谢谢。Okay. 大家是一个互相交换礼物的概念。来，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